你不会唱假音对不对？好，你看错误的示范。近几年你觉得谁的歌好听？我比较喜欢。近几年真的很喜欢听。哎，还有一个人叫什么？米仓玄金啊，叫什么？米金玄师 ，cosplay 米金玄师。师傅吧。大家好，我是 Beautiful Star。It's Echoes from the Amazing Talk Show. 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to the uncensored talk show?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for our podcast.My loyal subject, I have received all of your thoughts. What's that? Have you been reading the comments? Because I have been too busy, teaching. Having fun in the UK? Shut up. And they are starting to miss me. What's that? 有没有吓到？我他妈整个吓到Just hit the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Don't forget to follow us online to interact with us in real time. 对吗？请问现在是到底在玩什么？我在这边看你们两个讲，然后听得我迷迷冒冒，真是搞不太清楚。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告诉我一下吗？Yeah, we are establishing the level of the wonderful me. Hey, 他讲话实在是很机车哎 ，very motorcycle, you know. Really, really, 我告诉你，你还不知道到底有多 motorcycle until you get here. 所以你现在亲自来体验 how motorcycle this guy is.你是怎么样在美国念书吗？我小时候在美国待。我不是 ABC、不是 ABC。No。那这个英国的呢？他是假的英国人。土生土长的台中人。啊，台中人啦，哦。哎、可是啊、哦，为什么英国腔听起来就有一种 gay bye 的感觉 ？To be or not to be, Malaga。我觉得是因为是他讲，是人的问题。我怎么感觉他那个有英文，是不是也有一番涉猎？哦英文上面还真是有一些这个研究，一开始完全是英文歌，对，现在不是有 ICRT 吗？对，以前叫做 American Forces Radio Taiwan。哦，他你跟他那个多久以前？你有听过吗？美军的，美军的，对，就是这样练听力了。你的目的是你想要跟着他唱？对，我的目的是想要跟着他唱。小学的时候干过一模一样的事。你小学就可以啊？他而且他这样炫耀。你们俩都有声音哎，老骨头了。后来我去考托福，听力永远是最棒，生字还好，文法我实在是超级差的。哎，你们的文法，你们超强的。走，英文的文法难受，我这觉得这辈子觉得看过最简单的东西啊！你台中的啦，你卖笑话啦。我们从小看哈林哥长大，这样讲应该不会很无理吧？不会，应该你常听到这个 ，You get this so much, right？ 现在我听这种话已经习以为常。之外呢，我发现很多人其实看起来老，事实上他真的比我年轻。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哈林哥现在看起来很年轻，而且精神超好哎。而且我永远记得他以前主持的时候，就是他站上去就还蛮像一个弹跳球，然后自己会一直这样子。每次在上台的时候啊，就是突然就很嗨、很兴奋、很开心、很爽，然后一结束我就马上回到那个冷静的状态。可是你现在不会，你刚来也就是蛮嗨的、啊。主要是看到那个 YouTube 上的那个面孔啊，就兴奋、开心啊。所以哈林哥你也会看 YouTube 啊？看呐、啊，要顺应潮流。对，我们第一次顺应潮流是什么时候 ？CD。变成那个 MP3 然后后来 MP3 变线上听，我那个时候还有黑胶哎，黑胶、黑胶英文叫什么 ？Vinyl， 然后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看过卡带了吧？你问啊，在场那么多年轻人，你们有看过卡带吗？他不敢看我们，因为他是不屑。哦，你不屑，他被我们抓到了。No shit，OK， 好。黑胶卡带，然后 Walkman 多帅，以前 Walkman 插在这里耶，好棒！我第一次听卡带的 Walkman 的时候，我在收听的地点大叫，怎么音响那么好啊？吓我一跳啊！然后所有人在看我，然后讲话就很大对，讲话很大声，你自己都不知道哇！我那时候有七八个那个 Walkman 的，全部一起听啊，放在身上。OK， 所有有孔的地方我都放。
等一下，你在听什么歌啊？不要随便把耳机塞到。可是，不要讲明白嘛！你跟你讲话真是。爱死猴，对不对？爱死猴。不要把 Walkman 放到爱死猴里。嗯。OK。哦，你是不是想到什么色色的？哎，拜托，这很正常好吗？你自己解释是什么地方？哦 ，Amazing Talk 妹，一万名全球家教，百万名学生，而且还是台港最大，而且还能先跟老师约一堂体验课，再决定要不要购买课程，连上课的时间、地点、内容都能自己决定的。有选择困难，直接找我啊！不是，这个 AI 了，AI 配对一下，帮你找到最合适的老师。你这死变态哎！但是啊，其他学科找你没有用，好不好？像是数学啦、国文啦、化学这些，就交给其他专业老师提供客制化的课程吧。帅的哦！赶快点击留言啊，领取限时300元折价券哎！白痴啊！哈林哥，我们真的从小听歌长大，嗯。现在的状态，我们像要求听一两句，会不会很无理啊？不会不会，只是说我能不能唱是个问题，因为我这个我有那个过敏性，我唱一个我小时候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比吉斯啊，哦、比吉斯你知道吧 ？Yes， 哈哈哈哈 ，I love sunlight， turn up to be so long。哇。有点好少人会唱这首歌，而且你的假音很漂亮。而且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假音有两种。好，教学，对，教教他，很想学。你不会唱假音，对不对？你会不会唱假音？你说没关系。比吉斯另外一首歌，你唱。谁来？谁来？好，你看。错误的示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用的假音啊，都是自然假音，就是我们把那声带压缩以后，对啊，对不对？可是比吉斯不是这样子哦，它是压缩式，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今天可以，它是，哦，它有压缩那个假音，所以我今天压缩的不是很好。你这个爱死猴没有用力啊。要有 Walkman， 所以我那时候自己找到这个发音方式，因为我也没学过。我后来的想法就是啊，先取悦自己啊，你要让自己都觉得，哎呀，我听了觉得啊、哦，好感动，好爽，很棒那种感觉，你唱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打动观众。但是因为那是你啊，有些人如果这样的话，感觉比较像是自我感觉良好。嗯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觉得你有。我没有，你有，你在说他对不对？没有，你在说这位。我觉得我要在台上的时候啊，我就是能够很爽。如果我没有办法在台上很爽，我宁愿不要唱。嗯，没有关系，还会有下一个舞台。嗯，他是在鼓励我吗？他在关怀你，我感觉听出来他的意思。你是长照协会的。我要关怀一下长辈。但是我以前听过一个什么心理研究，他说人从33岁，就不会再听新歌。哎，这样子，我们来讨论一下哈。比如说近几年，你觉得谁的歌好听？哦 ，New Jeans， The Seraphim， 我比较喜欢 Blackpink。Blackpink 不错。近几年真的很喜欢听老王。Ed Sheeran 还不错啊。虽然有一些东西。在我的观念里啊，它不是属于我的世代。虽然我喜欢那个老派的，可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接受。就像 CD 转成那个线上，你也可以，我也是要面对它的啦。那我想问哈林哥，你对于现在人的录音，他用很多都是电脑的音效、音色这样进去，你其实对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比较 old school， 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要有那个过程才好。有时候录一录 live 啊，然后还是蛮爽的，还是好玩。你们两个老人，我要帮年轻人讲一点话。你怎么代表年轻人啊？就最近那个是这个世界上最红的一首歌，就是日本的两个人弄出来的，一个叫做 YOASOBI 的两个人，然后他哦 YOASOBI 一男一女那个是不是？你嘛你也知道吧？我也知道啊，好听了。然后你说他们怎么样？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啦，牛顿。有说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刚刚又陷入自己的情境。哎，继续，讲不下去了。前人的这些努力，我会觉得是去造福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去创作出我们以前
没有时间去想到的这件事情。哎，还有一个人叫什么？米仓玄金啊，叫什么？米金玄师。cosplay 米金玄师、那个叫什么？师傅吧。所以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我觉得我真的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去美国录音，在我生命中啊造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一种骄傲跟压力，就是说如果你是会讲中文的人，我就尽量跟你讲中文，因为你在中间夹几个大家都会的单字有什么意思？ asshole 之类的，对 asshole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发明。重要的就是你去美国录音，然后你要用他们的母语讲话，哇塞，你知道压力有多大？我们录完一个 take， 然后再一遍，他说 OK， 那你觉得有什么要改进？哇，很难讲出来，很难讲。然后我就要用我有限的词汇去跟他讲，我觉得刚刚好像哪里有一点不顺畅，所以那一段时间后，现在想起来是很有趣的。可能当时是非常紧张，难怪你会觉得很骄傲，因为他你应该学到很多东西。哇，超级好玩的。今天呢、啊，哈林哥来其实有个超级重要，就像你刚刚说你是在宣传的，结果给我们科普啊，然后给我们讲了一些干话。没关系啦，我跟你讲，当然还是要讲一下有新歌。我以前写歌啊，是自动在写歌，就是你只要在那边坐那边发个呆，然后就有很多东西啵啵啵啵，就从我的各种猴跑出来了，你知道吗？可是现在呢，没有那么多东西，对，你就要被刺激，被外界刺激。比如说啊，我现在做一个骑单车的节目，我会觉得啊，阳光，然后什么样的风景，然后那个速度感，那种热血，我想帮他写一个歌。刚所以那首歌你写的作品还没有讲出来，神奇啊，神奇。你是哪时候开始骑车的？我骑车应该20年以上了。哇！然后一开始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朋友招嘛，哎，骑车很好玩哦，我就去选了一部登山车。后来发现我们那个登山那个山路啊，根本是柏油路。然后我骑登山车好重啊，哇，骑得好累。骑之前我就想，骑车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要穿成那样？后来才发现，哇，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我以前都是室内运动。后来你去骑一次车，你就发现哇，山、水、虫、空气、鸟，你平常碰不到的东西。我现在所有的活动都是室外，我连跑步我都去河滨跑。但那我想问一下，是不运动的。对，所以我正想讲，你们来说服，或是我提出我的点。嗯，干嘛说服你？不去就不去啊，那是你的损失啊。像比方说我们一般骑的 the bicycle 是坐着嘛，那我们骑的东西叫做 road bike。Red bike， 那林哥你要站在我这边哦。对对对，Red bike， 我们骑的是公路车，因为它是骑在柏油路上面的，所以叫做 road bike。那有一种东西叫做 mountain bike， 然后大就是刚刚哈林哥说，以前一开始以为说我要上山就要骑的登山车 ，on road 就是你骑在公路上面 ，off road 是你骑在不是公路的地方 ，off white。是一个牌子，它没有那么白，刚刚好偏一点点。所以我如果讲说 I don't know, you seem a little bit off today， 这也是说你今天怪怪的 offbeat 哎呦，我们真的好会举一反三了，我们大家。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帅的动词的，就是 cycling。对，有人问我说啊、what kind of sports you do？I'm a cyclist. I'm a cyclist. I'm a cyclist. 那我想问大家 ，motorcycle 跟 scooter 这两个 ？Motorcycle. Scooter. Yeah, scooter. Okay. 我是 bicycle. Scooter 就是我们的小胖子的 motorbike， 比较像是脚跨的。等一下 ，scooter。所以小绵羊也是 scooter， 因为你就看脚放前面。哦。好的，谢谢。来，我们到了。proper 的游戏时间喽！游戏时间啦！你刚刚一直跟我们讲说核心很重要，我们来看核心跟平衡感。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站在平衡训练器上，同时进行英文的相关小测验。哈林哥是主持人。我们现在呢站在两个很难平衡的东西上面，然后哈林哥现在要开始用英文出题考我们，我们两个要抢答。我们抢答跟答题的时候呢，手都是要放开的。他手也从来没有不放开过啊！Dennis
Corn Wolf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cycle around the world. How many days did it take him to complete this? 你有没有在看？我有点困难。D A 好、啊。耶、yeah, ！我对了。你说他骑车花了1400天呐、啊？对啊，环岛哎，环世界是环世界。Which nationality was the inventor of the bicycle？ 啊，我知道 ，D 捷克。Italian B 啊，对不对？是达文西。为什么？脚踏车是达文西发明的、哦，而且意大利人脚踏车到现在还是很棒的、啊。Panorama 啊之类的。你选台湾，你是爱台湾哦。Of course。How long is the Taiwan number one circular？ 是 route 吗 ？Planned by the Taiwan Tourism Bureau of 什么玩意儿 ？Minister Rhythm Splash。哎。C。好难的，他只有脏话。他说干。哎，对耶。环岛有分大环岛、小环岛，小环岛一圈就是900多公里。所以你有骑过吗？嗯。小环岛。我这次不就骑。What is the theme song of the bicycle touring variety show？ 不用看选项了，不用看选项，三二一，耶！打跟你唱，然后我们在上面蠕动，我们帮你伴舞。哎呦，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帮你伴舞。画面不雅，不会的。两个圈圈不是句点，不停翻转没有终点，一直向前，还要向前。好，算了算了。刚刚我们有比赛嘛，有比赛就要有奖品。嗯，刚刚谁赢啊？我。你赢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我吧，因为我想要这个衣服、啊。来，我们奖品就送给 Sandra 同学，而且它多适合女生穿 oversize 啊！我们要一个奇葩哈林小队很有精神的感觉做结，然后一这样的时候，然后我们脚就要开始动哦，然后我要那种胜利的那种，来，好吧，所以奇葩哈林小队 ，Go Go Go！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感谢收看这集的你，别忘了领取底下留言的300元课程兑换券。像好朋友一般的优质老师就在 Amazing Talker， 你还在等什么？ Amazing Talker 开始征才喽！只要你对影片有热忱，我们都有适合你的岗位，赶快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详情吧。让我一次爱个够。哇，哎、欸，真的。本人更机车哎，好，该我该我，好来，请。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看不出来你也是 old school 哎，但我没有他老。你比我要老，你讲什么？这是狗，刚才说了。这是狐狸。我是猫。但是谁比较厉害？说实在好，这个你的歌曲比较完整，比较熟练。因为这个人唱以前还要问我，哎，你唱一遍给我听好不好？害我这个一开始录，我心里面就有受伤的感觉。